91年第17条，咁而家題目咧就係問有個 fixed mass of ideal gas， 咁一見到 fixed mass 咧就即係話啊個 number of mole of gas molecules 咧就係 constant 啦，咁咧就 occupy 咗啊 volume 係2m³。咁而家咧，佢就話 gas 咧就加熱啦，加熱咗之後，佢就話啦，哦，原來佢可以膨脹嘅，去到4m³，亦都同一時間咧，咁佢嘅 pressure 咧就 double 咗。咁問你 wood mean square speed 係幾多？咁咧，你一見到 wood mean square speed 咧，其實嘅變化咧，你見到好似 pressure 變化、volume 變化，其實咧我係諗得簡單啲。其實咧 wood mean square speed 咧，其實只係咧就最容易睇咧就同個 temperature 有關係。咁所以咧，其實咧佢上面問題咧就問你其實個 temperature。其實多了多少，咁其實 the gas is heated 都暗示咗咧，係 temperature 就會升噶啦。咁所以咧，我哋要知道 temperature 升幾多先啦，係啦，我哋就唔好理後邊嗰句住先，即係 temperature 升幾多。咁所以咧就 P V 等於 N L T， 咁我哋用翻相同嘅技巧，將左手邊就係條題目會變嘅數，右手邊就係條題目唔會變嘅數。咁而家 number of mole 不變，R 8.31常數不變。咁所以咧 P V over T 咧嘅話咧，咁就呢邊係 constant 啦。咁我哋咧就可以寫成為 P 一 V 一 over T 一，等於翻 P 二 V 二 over T 二啦。咁呢個就 general gas law。咁跟住啦，咁我哋咧就將將資料抽去啦。P 一 ，OK， 抽翻落去，冇話俾聽幾多。volume 係二，咁 over 翻 T 一。咁而家咧等於翻等於翻個 P 二咧，佢有 pressure double 咗 P 二，所以就等於翻兩個 P 一。咁個 V 二咧而家變咗做四 ，over 翻。T 二，咁你 P 一約得走，二約約得走，咁咧就變咗做 T 二，就等於翻四個 T 一啦。咁即係咧温度咧就升咗四倍。咁、那個題目啦，所以就問緊啦，由温度升咗四倍，代表個 wood mean square speed 就即係大咗幾多咧？咁其實咧，我哋咧就可以去用翻89年17条或者90年13条嘅技巧啦。OK， 咁就係、是。用 A+物理 嘅公式 ，F H kinetic energy 等於翻 sum over 二 R T over 翻 Avogadro's number。咁我哋咧要記得喎 ，F H K E 咧就可以變成為二分之一 m mean square speed， 即係二分之 m v square 啦，等於翻 sum over 二 R T over 翻 n a。咁我哋將啲次序調一調啦，原來個 wood mean square speed 咧就係、是、好似90年13条咁樣，等於翻開方 sum over R T over n a。over 翻個 mass 啦，我將呢個資料抄多次喺呢一度。好啦，咁而家咧，我哋望住呢一條嘅公式，係啦，wood mean square speed 係啦，咁佢咧係啦，咁我寫翻好啲先。咁呢個咧係 wood mean square speed 嚟嘅，係啦 ，wood mean square speed 咧等於三 over 就 over a mass， 咁咧就等於咁咧，因為咧我知道 r。Na 阿沃加佐 number 同埋 mass 咧都係 constant 啦，所以其實係正比於個開放 T。如果正比開放 T 嘅話咧，我哋就簡化，我哋可以 set 成為咁樣啦，就係、是、哦 ，OK， wood mean square speed 係啦嘅第二嘅情況啦，即、就、係、是、第二個 case 啦 ，over 翻第一個 case 就等於翻開放 T 二 over T 一。咁頭先我做咗啦 ，T 二 over T 一咧其實係四嚟嘅，咁所以開放四咧等於翻二。咁所以咧，我哋就可以知道，哦，原來個 wood mean square speed 就等於翻係啦，第一個嘅 wood mean square speed 咧係啦嘅兩倍啦。咁所以答案咧就係 dot， 就答案咧就會係double 啦。OK。